出去的当下都觉得应该要飞出去了吧，最后呢都打在全垒打墙上。但是你看这一来一往会显现出来刚刚投手关谷亮太的卖命的追求，还有铃木大地的飞扑有多重要，不然这一棒可能是两分打点回来啊。啊，但为什么今天我们往右边扫的两位左手重炮都没有办法，都差一点点。那陈子豪说，我真的亚冠赛再来打，再来打没关系。